众所周知，游戏圈有个万能的甩锅大法，每当你操作失误时，就可以用一句我刚才460了来糊弄过去。可来最近却有一位鬼才玩家发现了全新的甩锅方式，没有进化可以越多师傅感冒手抖了，哎，我感冒灵呢？这句哎，我感冒灵呢，就此成了玩家们的新人背锅侠。而离谱的是，不知道是玄学还是感冒灵真的灵，当他们喊出这句口号后，操作竟真的发生了惊天大逆转。让你们看一下有感冒灵的节日有多少。进来了，马超也来了。感冒灵是真的灵。而更不可思议的，最近他还出现了跨游戏传播的现象。比如隔壁的鲨鱼药在喊出哎我感冒灵了之后，上演了一波精彩的操作秀。你躲起来，你躲在二楼，你躲在二楼，倒三个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四万跪下，还有谁？太帅了吧。